家人们，国庆快乐啊！我这个头饰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刚买的，这个是茶百道新品好事柠檬茶，柿子跟柠檬茶。不是那么好喝。我最近真的是很忙，有细心的粉丝应该能发现吧。我最近一周吧都没怎么回复这个评论区。我从拍视频那天，基本每一条评论我都回。最近真的是没有时间，而且发的好多库存。有好几天没拍视频了，今天这个是现拍的。它这里边有柿子果肉，但是那柠檬茶不咋好喝，有点发苦。忙什么？先不跟你们说，回头再跟你们说吧。然后过了10月8号，我要出去玩，去一趟西北大环线、青海湖、茶卡盐湖，敦煌什么的，就围那个一大圈玩一圈。所以最近大家对付看吧，我发点库存什么的。到那边可以喝那个杏皮茶。你们可以多点点赞，多评论评论。拜拜。